夹心饼止步。亲爱的夹心饼们，今天你们终于有了独自放飞的机会。老公，老婆，我想跟你们一起度假呀，只要哥俩老爷们一起。老婆，那个有啥事就让他们照顾照顾。老公，够！哇哦，我来了，三亚。让女人着急的男人不是好男人。哎呦，这我说的话你起什么范儿了？我不明白了。对。喂，杰伦。喂。哎，我要点一杯 Mojito。Mojito 嘞。喂。小莫，哪时候带女儿来我们家玩呢？可以啊。小西哥。喂，谁谁？欧弟，如果你老婆跟你妈妈掉到海里，你要先救谁？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。这边就我一个老妹了。来来，嘉航，你帮他拖一下。哎呦，太累了。你还缺吗？这个还缺一个呗。哎，我们行李到了。还好你在。就剩我一个男的了。今天干活干多了，多吃点饭哈。嗯。下午吃晚饭还有活干。还有活。超不在，我们就不能开心一点吗？那么多人不给我面子。哎呦，我不应该来，我真的是。那我背书给你们好吗？每次都是这样。其实每次都是我受委屈。啊！我妈被马蜂叮了一下。哇！你看这都肿成啥样了呀！我天哪！哎呀，真的是！哎呦呦！哎呀！哎呀，你怎么染的呀？哎呦！哎呀！新闻上面怎么说你恶婆婆啊？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讲你恶婆婆虐待媳妇。挂断，好不好？我要走了。